我是因为我去掉，我先洗完澡，然后问有谁洗完澡，我就想说洗完澡的人会去移动东西，会发现。结果讨论的时候大家没讨论，但我最后出来餐厅出来之后，我跟林静走在一起，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让林静知道，我就说我先去上厕所。出来之后我就碰到君君，然后跟豆花，然后我就在想一件事情，会不会主持人的指令跟来宾不一样？我只有想到这件事情，我才想太多了。好了，那你还算善良了。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个纸之后，你去翻他的床，然后把他的床拿走，那才是真的过分，那就真的很胎哥了。我也想过，我有想过。我跟你讲，我有想过。我其实有翻完我枕头之后，我有去翻你的，你也不见了，不见了。所以我就想说啊，所以两个只有一个会有，我好开心哦。更坏，你们两个蛋，这两个敌对了，这两个敌对了。两个住同一间的都一样胎哥啊。好啦，所以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？有牙刷的会有可以吃东西吃早餐，然后获得一颗珠珠的。哇，一颗珠。那我不要早餐可以再多两颗吗？这个早餐，这个会不会很赞呢？太好了，可以换珠珠，很豪华哎。我也可以不要黑。没有，重点是我们有九个人是吧？呀，对。那为什么只有传五份？还是原来就已经只想让他们五个人吃？十二点根本压没有，我十二点都可以统计啊，十二点过后我就知道。对啊，有传 Jumi 的就有啊。那为什么我早上起来我没有看到他有传信息给我？没有，那你没有传啊？要有传给我。来，你没有传上面有潜规则，你昨天没有发现这张嘛？啊，你没有传讯息给他，你就没有这个嘛？要十二点前。姐，温度加刚才已经。只喝一瓶，不要你！你一定不只只喝一瓶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坦诚吧。姐后来又多买两瓶，我觉得因为吃饭的时候他是说他喝了一瓶，对不对？还没。我觉得后续可能不止哦。对，我们有多买，后来再买两瓶，总共买了四瓶。我们刚刚这张纸条上面的话题聊了快有20分钟。他们五个有吃到早餐的，每一个人都各有一颗球，然后这是他们自己的代表色，对不对？对。蔡黄如的是黑色。然后呢，许梦辰是黄色，林静的是绿色，君君的是浅绿色，然后君君的是粉红色，阿庞的是深绿色。嗯，哎，不对，他们那不是深绿色，这个是阿庞特有的颜色，叫做鸟屎绿。鸟屎绿，没关系，鸟屎绿啊，鸟屎绿，深绿。哎，但是今天真的是哦，你们吃完早餐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大家就是 one by one 的对决。对啊，没有那么严重啦，谁都不要严重啊，2万块哎，中间还是可以想办法和先攻。没有没有，你已经没有信任度了。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赛制，因为最后是取五颗球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五个人加油。好。我们五个人同盟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子又不对，你这样又分裂了啊！好，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很有道理？好像很有道理，你们是很有道理。因为我们五个没有，没有啊，你们可以加我吗？厮杀了，我们当然是以自己家人为主嘛，因为他们也是九九来一集，我们是每集都对啊，不是？我们干嘛伤感情嘛？等一下，我愿意多分，你要把我加在里面啊！不管抽到多少球，我愿意多分一点点给你们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相信林静了。你怎么会抗拒？所以我现在想要往你们这边靠，我是没有办法过去。你不要再这个嘴脸了，你现在这样我越看就更像马原张皇，还要说服大家，根本邪教教主吧你。然后欠孟之一份早餐啊，因为他有传啾咪过来。哦，对，孟之传啾咪。不是因为我，你有跟他讲，我昨天晚上跟他视讯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主谋真的很胎哥，哎，藏这个纸条在枕头底下，要收集大家的啾咪。然后他说，那他也要传。我说，可是你又没录影。他说，但我也想要有好处。他说那个他不是参赛者，所以无效啊。哦，好可爱哦。OK 啦 ，OK 啦。好，那今天大家就各自努力啦，看着办啦。啊，昨天大家一起凑齐了2万块之后呢，今天大家就是要靠自己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下水的第一关了。Let's go， 走吧。